《论语》子张第十九。22。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尝师之有？”23。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子服颈帛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“辟之宫墙，次之墙也极坚，窥见世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人，不亦宜乎？”